打密码，面容辨识，甚至指模解锁 ，out 啦！心跳 vs 指纹，边种密码最稳阵？加拿大有公司发明咗隻心跳手镯，戴咗上手，再用手指掂下个感应器，佢就会识震动同着灯，监察心率，用嚟确认身份。仲有内置动作感应，配合埋蓝牙，做个手势就可以开车门或者尾箱啦。装置要事先配对咗，先可以用心跳 ID 嚟开锁。一确认咗主人身份，确认嘅状态会去到除低先至失效。最型就识隔空传送确认状态，行到边就 unlock 到边。公司话心跳频率、大细、位置，人人都唔同，就算俾人偷咗只手镯都冇行噶。呢样我就比较冇乜听过，因为脉搏有阵时可能会跳快跳慢嘅，会影响到佢准确度咯。应该暂时嚟讲比较相对安全咧，都应该会系指纹嗰会相对安全啲嘅，因为佢记录嘅资料咧就个精细度可以高少少。佢仲话要睇下除咗心跳同脉搏之外，只额仲会收集咩数据嚟认证，至知可唔可靠。心跳额而家已经开始接受预购，600港纸到，明年初先会付运。